Jungle Phonics 是一套四册设计给英文初学者使用的教材。本书以简单易学的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自然发音。课程活动的设计帮助学生融会贯通各种自然发音技巧。Jungle Phonics 也从字母慢慢进阶到多音节单字与常见单字，让学生在练习中增加自信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Jungle Phonics 的教材程度，前三册是适合幼儿的程度。课本每册有八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有八页，每两个单元就搭配一个复习单元，全彩鲜艳的插图增加学习的吸引力，书写练习增加对发音规则的印象。学生学习一个字母的发音后，再往后学习下一个字母，循序渐进式学习，让学生可以更容易地学习新的发音与单字。学生透过简易的练习题，能够清楚理解每个发音与相对应的字汇。学生从配对练习中熟悉发音、听力与单字的综合练习，增强对自然发音的辨认。学生透过韵文增加听力与阅读的能力，可以在韵文中学习高频率单字与重要单字。与故事相关联的阅读理解练习，增强对课文的理解能力。复习单元包含听力与书写的练习，复习前面单元所学到的字母发音及单字。额外的练习能够增强阅读、口说与写作的技巧。习作本每一册有八个单元，一个单元有四页，每两个单元搭配一个复习单元。课本外的补充活动可以在课堂上做练习，或者是当作回家作业，增加复习的机会。字母的描写练习在复习发音的同时，可以增加手写字母的熟悉度。配对练习提供额外的练习机会，提升字母的辨识能力。复习单元里也包含了更多的手写练习、口说练习，还有阅读理解的练习。学生线上复习系统可以透过作业本后面的光碟安装于个人电脑，也可以从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至行动装置。系统里包含了更多的单字、阅读、听力、口说还有书写的练习，还有有趣的歌曲与韵文动画，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。老师也可以在线上复习系统的网站检视学生的学习状况。教师资源网络上另外也有各种丰富的资源可供下载，让教学变得更加丰富。